中国武术才区方。说大师，人类的本质是无心而不是美德，这无心的某个无心之故，动辄给人送上一顶大师的桂冠顶戴。胡大师、钱大师、梅大师、李大师、王大师、季大师，这里面有考古的，有唱戏的，有搞伪科学的，有念经的，有打拳的，朝头上拍砖头的气功大师，有写字的，下象棋的，有掌勺的，有算命看相的，还有风水大师，但他们从不反思这个国家的国运是否与浊薄朝南有关系。鱼龙混杂，全是阿猫阿狗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大师又是什么鬼东西？在西方没有大师这个定义，苏格拉底就是苏格拉底，达芬奇就是达芬奇，没有人叫苏大师、达大师，哲学家就是哲学家，画家就是画家，演戏的就是演戏的，写小说的就是写小说的，了不起冠以 famous 著名的称号。中西方对比，你不能把矮人国叫巨人仇，除非你有意挖苦讽刺，真是无心。当大师充斥环绕在你周围，有的混成啊他妈的反人类的故事，举仗核战，不惜死掉亿万人，让西安以东成为废墟的狂楼，成了战略大师，你的存在就印证了自己，也印证了他人，这个国家与时代的荒谬丑恶之躯。